无人出个唔甘的代志，最早我都袂晓。嘛安尼啊？重男轻女啊，你捌听过无？啊，你会无？我袂。哦，你袂㖏？啊，真正袂啊，假啊袂？真正袂啊。真正袂哦，安尼，阮的是。快点，查甫拢会出轨啊！真的啊，安尼叫做无重男轻女，会出轨叫做无重男轻女哦。我讲这重男轻女已经足轻的安尼，啊，阮想袂到阮四姑娘啊，食重咸的哦。真正食重咸，但是我讲啊，这号做人讲这好嘛，伊嘿，亲像你头拄仔第一首歌唱的迄啊，迄个随在你爱。我问你一个问题吼，人讲随和甲随便，你感觉伊差伫底？无差啊。无差，是安怎无差？大差呢？大差呢？伊足差的呢？真啊。随和，随和，你感觉伊的意思是安怎？随和啊。我煞袂记得阮这个妹妹袂啥样讲台语。我袂讲。哦，真诶，所以即摆咬我就对啊，会响也就对啦吼。所以。厉害的、啊，所以即马就是袂使甲你偷骂啊吼，因为即马偷骂拢听有啊，较早偷骂是听无吼。即个讲吼，随和甲随便吼，随和是安尼啦吼，随和就是人人好，人人好。啊，那随便嘞，随便就是有就好。哦，啊，所以你感觉安尼够差别？有差足侪对无？所以你感觉你要做随和啊，要做随便？随便。姐，啊你讲对，哎呀，哦，你安尼讲，你这个答案，让我心中吼，心中迄落跳甲真紧，你知无？因为通常四姑娘吼，佮安那紧吼，就迄落脚小捏的，莫讲伊要随和，哪有人要讲随便呢？无紧啊，我有得。所以你就是要与众不同，对不对？要甲人无共款，对。安尼我讲你的红，哦，来，即马吼，邀请阮这个上播之夜吼，即马吼上爱听到你的名，你敢知？因为吼，我上爱听到迄个，逐工吼。下晡两点来咧看电视，上爱听着讲迄加加加零零零零吼，一直加零加零安尼吼，嘿嘿对对对，啊那连续一直加加加加，就是咧叫阮四姑娘啦吼，啊所以基泰你赶紧出现哈吼，安怎？好啦，对基泰，逐天拢会当看到电视拢讲加加加加，对嘛吼加零，对对对，拢基泰逐天加零吼，啊当时吼也祝福过年所有好朋友，会当安尼身体健康。万事如意，风头大展，拢总大赚钱。来，即卖邀请阮这个上播之夜继续安排。爱加辣白油。哦，啊，这真正有爱就对吼。来，好听歌听吼，爱加辣白油。Thank you.